Hello，大家好。前两天发誓再也不关盒的我，又真相了。这个是撕裂从的第二代，也是全新未开封的。然后这个是叫什么来着？比心兔，它是桃心，可以按在这儿，可以按在这儿，觉得挺有意思，长得也挺可爱的，所以就买了。现在我们拆开看看吧。暴力拆，还是对我而言不太行，都是用着不顺手。介绍文具，哦，介绍游戏。第一个就是粉色的，好好看。听说有香味儿，我替你们闻一下。桃子味儿，特别香。它里头那个大脑，好像还能动。听声音。要是站不住就很尴尬了，长短脚。软亮绿，我已经看到了。这里脑子也是可以动的，有一股清香的苹果味儿。这个胳膊可以动，据说隐藏是一个啤酒的。我兴趣倒是不大，我感觉可乐我更喜欢你，不用说什么就来什么。可乐来啦，动动小胳膊，这边好松，这边好紧，没有点可乐味儿。我不会买假货吧？就这蜜桃味儿特别香。真的没有可乐味儿，天哪！我不会买个假货吧？广州生产的是吗？这个又有香味儿，那这蓝色的我也喜欢。你出去，你出去，你出去！哎，真乖。也有葡萄味儿，那是我鼻子，那是我鼻子失灵了吗？天哪，最后一个，要不然就是隐藏，要不然就是那个黄色的橙子，应该是橙子吧？果然是橙子。一股肥皂味儿。好了，那我们看看今天这六款，这个香香的，最喜欢那个蜜桃的，这是第二喜欢的蓝色的，叫什么？哦，底下有防伪标，蓝色的叫波子汽水，那是波子汽水是没什么味儿。这个是可乐，第三喜欢的。
成裸了，这是小妞原谅泪。青草，这青苹，青苹果，这橙子，那倒是葡萄，葡萄味挺重的。好了，一会儿。